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农会总干事张正义。今日真欢喜，而且甲大家介绍到，阮彰化县农会甲各乡镇农会，即几年来在咱政府农厅甲咱县政府，特别是改良场迄技术指导啊迄辅导之下呢，做一乡镇一个特产迄推广，生产出来真营养、健康、真清气。诶，即个农产品来供应着咱市民诶需要，供应着咱观众朋友大家诶需要呢。一方面，阮感觉会当讲真孝拜，一方面呢，感觉讲有需要来更加较详细来报告咱即个观众朋友大家会当知影。因为咱国家即几年来为着要参加着即个 GATT， 就是讲世界关贸综合厅即个组织呢。大家拢知影，参加这个 GATT 以后呢，咱国家的这个经济也好，政治也好，应该拢是会当透过这个组织来进军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国际的领域内底。但是呢，参加这个 GATT 之后呢，对咱整个国家的经济，对咱工商界绝对有好处。但是呢，对阮农业恐惊会有真大影响，因为咱台湾呢，这个一方面是这个地小人稠，阮农兄弟边境的土地，一个家庭呢，才较无一家地的这个土地，咱生产成本真高，所以呢，那这个参加 GATT 之以后呢，咱这农业会受到外国真大的打击。为着安尼呢，我这个中华管农会，甲咱各乡镇农会，甲咱全体农民呢，兄弟，这几年来，大家认真来做好这个推广的工作。阮推广当然会做足侪项的推广的这个业务，比如讲，阮一乡镇一个特产的推广，有机农业、永续农业的推广，观光农业的推广，阮有做足侪项的。我今日只先甲大家介绍，阮一乡镇一个特产的推广。什么叫做一乡镇一个特产的推广呢？就是讲，阮伫彰化县有26乡镇内底，阮伫各乡镇推广一项伊这个地方本来就有的这个特产，因为本来就有的特产呢，咱来透过改良场来甲改良伊的品质，来甲改良伊种植的技术，和伊的生产出来农产品品质提高，和伊的生产出来农产品。较会当减免着农药和污染，那安尼呢，咱就会当食着真清洁、真卫生、真健康的这个农产品安尼。推广这几年来，受到这个消费者的爱好呢，所以阮彰化县的农产品伫全省呢，会使讲真有名。我伫遮分乡镇分别来甲大家做介绍。第一呢，我对阮二水的这个东南角。就是讲，阮这个彰化县的二水乡，二水乡是伫八卦山的山脚，是伫罗水溪的溪头，那二水乡的特产地当然是罗水米，罗水米因为二水就是罗水溪的溪头，所以罗水米由罗水所灌溉出来罗水米呢，会使绝对没有受到污染，因为伊是伫水头罗水溪的溪头，所以绝对无污染。这个罗水米呢，这几年咱改良场教阮引进新的品种就是良质米，都在生产，所以生产就出来没有污染，又香又 Q 又好吃的祖水米。这罗水米，阮彰化县农的电米厂甲生产出来叫做彰农米，做做小包装，来供应到市民，真受到大家爱好。第二季另外一项特产就是苦瓜，叫做白玉苦瓜。过去呢，苦瓜实在讲真侪人唔敢食，特别是少年人较唔敢食苦瓜，因为顾名思义，苦瓜就是苦果。但是阮即个二季提供出来白玉苦瓜，因为是罗水溪溪底生产的，水质真好。一方面呢，阮农民兄弟真老，拢甲土地甲包装，所以呢，伊也无受到这个农药污染。一方面呢，因为包装料，伊青青个包装起来呢，看起来好像白玉一样，白玉一样，所以叫做白玉苦瓜。这个白玉苦瓜呢，像即摆呢，咱伫即个料理店咧做
这沙拉吼、哦、啊青汁吼嘛足好，啊咱传统的做法烤鸡啊甲鱼包啊吼甲鱼生啊煮汤嘛足好诶，所以这个烤鸡离这个台北市场介绍也真好。过来就是鱼嘴桥，阮桥叫做胭脂茄子，干呐小姐这个樱桃小口一罐胭脂胭脂茄子哦，离台北市场嘛足有名。啊，甲乌壳绿竹笋，吼、哦，这是讲蔬菜部分。另外，鱼嘴因为是八卦山脉，所以伊个出产白鱼，哦，鱼嘴白鱼足边个，会使讲比泰国鱼啊较好食，吼、哦。伊个产期是中秋后，吼、哦，这个鱼嘴个这个白这个白鱼，吼、哦、啊白鱼。啊，过来鱼嘴因为八卦山脉有出产这莲藕，所以呢，迄、那个七八月出产莲藕。啊，这个莲藕之过，我阁出产莲藕，烤啊莲藕肉，吼、哦，这拢是鱼嘴特产。过来滇中，滇中是田中镇，啊，伊个特产就是白韭菜，吼、哦，咱咧包水饺爱食白韭菜。啊，阁刷咧，最近又我们又推广出来，就是讲玫瑰花，吼、哦，台湾省的玫瑰花，你滇中会使讲占足济，吼、哦。那二月十四号情人节，台北的市场要看我们田中产量来做因价格的决定，所以阮滇中的这个玫瑰花即嘛相当有名，已经因名声踏过阮的这个白韭菜，吼、哦，这个白韭菜会使讲咱大家真爱食，啊，阮因为白韭菜农业还是有足侪步数来个砍砍好个白，吼、哦，啊，所以呢，价钱嘛相当好。过来就是蛇头，蛇头呢，蛇头伊本来就是芭乐的故乡，吼、哦。咱芭乐会使讲，即摆咱食芭乐，芭乐是几啊款芭乐？较早的芭乐是月斑、莱斑，啊，即个进步到二十世纪斑，吼、哦，啊，毛迄个真芳的芭乐蜜斑，吼、哦，会使讲真好食，吼、哦。啊，即芭乐，阮即个石头在阮石头农会去推广，啊，甲逐年拢办即个芭乐的即个品评会，哇、哦啊，即芭乐说大家拢兄弟愈拼啊，品质愈好。这芭乐品质已经足好个，啊，足好食。吼、哦，今年咱是十月，石头农会嘛要去办这个番石榴的品评会，伊是全省有一个地位著名。啊，即个呢，阮龙友兄弟，比如讲阮老英和龙友，伊即个已经做到芭乐卡，咱过去是安尼啊，铺到清气清气，这芭乐卡已经发展到种草，吼、哦，啊，这款做法呢，啊，让咱的芭乐品质提高，让咱的产量也较好，让咱这个龙友兄弟嘛使有较好的收成，吼、哦，晚年。晚年过去是晚年碰柑，晚年蜜饯，即个碰柑已经无啊，啊蜜饯照常真济，但是若是即久呢，晚年就是百果山面顶的杨桃，吼、哦，阮中华县的杨桃有三款，吼、哦，这就是绿花大的酸杨桃，这就是做杨桃汁，吼、哦，咱咧做用杨桃，杨桃汁酸杨桃，啊，这个就是阮晚年百果山上的迄个甜杨桃，啊，这个是阮溪州的软枝杨桃，有三种品种。我们八卦山顶的这个杨桃嘛是套袋杨桃，啊，伊特色就真切吼。另外，我们这个万年的八卦山顶，阮一个农友，你阿嘛要发展泰国油啊白油吼，晚生白哦，伊的白油呢，甲十二月也有，会使用晚生白啊，足比较好食。啊，阮这个农友嘛真认真，啊做了真好。啊，来到花坛呢，花坛乡的特产就是茉莉花，吼、啊。茉莉花就是咱伫坐伫火车顶，啊咧泡茶，迄个茉莉花茶吼，伊、哦、专性出产干这个所在茉莉花啦。但是茉莉花即个足够工的，所以讲应该讲成本有较重吼。除了茉莉花以外，阮的马德顺吼，花坛因为伫山下出产马德顺也真济。啊，另外就是花坛出产酸杨桃，这个酸杨桃就是做咱古早乌面茶吼、哦。啊，即摆呢真济这个迄、那个。饮料公司咧生产这个酸樱桃汁，伊个酸樱桃原料80%以上拢伫阮花坛乡，吼、哦，所以花坛乡是出产茉莉花、啊秋兰花、啊甲马德顺、啊甲这个，吼、哦，这个咱拄则所讲过这个马德顺啦，吼、哦，啊甲茉莉花，再物件，吼、哦，啊甲酸樱桃，吼、哦。啊，彰化市是伫八卦山的这个山脉的边缘吼。啊，当然，莲雾是阮彰化市所伫种的，是伫八卦山顶莲雾。啊，甲山顶是乃至林景往来吼、哦，这就是阮彰化市。下面就是阮芬兰乡，芬兰乡呢吼、哦，是彰化
全这个八卦山脉的封面哈，啊，伊当面呢，伊上大特色就是伊的泉水对八卦山流出泉水真好，所以芬兰乡过去咧生产上好的物件都是啥呢？芬兰乡米粉，吼，啊，咱从我过去咱看玻璃米粉啊，新竹米粉啊，啊，我有一届带这农林厅长去芬兰乡的这个米粉田啊咧巡呢，啊，看伊咧包装出来物件都是玻璃米粉。就是讲，咱真济山坡米粉的所在，拢来芬兰家提米粉去。啊，所以呢，我几年来就甲芬兰乡农会共同推广阮中华的芬兰米粉，吼、哦。啊，所以叫芬兰米粉才真名，吼、哦。会使讲，甲本来做好卖，啊，再做起家己卖，系芬兰米粉才真名。芬兰米粉因为第伊水是足好，伊水是对八卦山。下面流出来的非常清澈啊！第二，只龙兄弟人过去伊都这个习惯，啊，都这个技术，吼、哦，啊来做米粉，所以做了最好有中华的米粉，吼、哦，这嘛著名吼、哦。啊，这个说就是讲，阮河尾新港蒜西，河尾新港蒜西这站呢，就是生产蒜头著名。最近咱蒜头几大件呢，啊，阮龙兄弟哎嘛，这就有。获到一些利润，吼、哦，但是会使讲，这个蒜头是阮中华河尾、新港、蒜西这三样店拢有，还有这个伊产品。啊，你这个新港、蒜西啊，佫要这个永昌，吼、哦，他妈的永昌嘛是这代特产。当然，阮这产量是较无像南部遐济，但是呢，因为产量比较少，所以呢，伊农民是过了较好食。啊，那凤阴乡，凤阴乡就是莲雾的所在，拢饲莲雾，因为过去是甘蔗红、甘蔗心、甘蔗尾各个饲雾吼，啊，再荷莲豆、吼、哦、豌豆、吼、哦、啊，豌豆当然是寒天的产品吼、哦，所以凤阴乡应该是这个莲雾甲荷莲豆是伊的特产。另外，这鹿港甲凤阴这搭是养殖业最多的吼、哦，养殖渔业上济的所在吼。哦所以呢，福建甲鹿港是养殖业，鱼啊、虾啊、鳗，吼、哦，拢是真多，吼、哦。啊，所以要看咧养殖渔业，吼、哦，真好的所在就是阮中华鹿港、福建这个所在。秀水乡，伊秀水乡伊特产嘛是即个荷莲豆甲莲雾，吼、哦，做了会使讲真好。另外，伊稻米、鲜稻，吼、哦，吼、哦，鲜稻上济所在就是伫阮秀水。过来甲大川呢，大川就是咱台湾有名。系即巨峰葡萄的产地，大春乡吼，啊是产即巨峰葡萄。啊，巨峰葡萄呢，因为农业是真好管理，啊，搁再套袋，所以呢，没有农药的污染，哇，啊，足甜足香，吼、哦，咱若甲放一盒倒出来呢，啊，倒车底呢，会使讲讲啊，真香啊，真甜，吼、哦，真好食。另外，大春乡就要搁发展一种叫做南花，南花大概是以乌豆兰为主。吼、哦、啊！这个台大蓝眼甲繁荣起来以后啊，繁殖啊，各地农业下的对这个养蓝，吼、哦、啊，这大部分拢外销，日本啦、啊、德国啦、美国啦、吼、哦、新加坡啦，足侪吼。南花也是我们大春乡的一个很好的这个产地吼、哦。过来甲这个波心乡，波心乡是出产白蜡甲蔬菜，吼、哦、甲巨峰葡萄。巨峰葡萄的波心乡除了巨峰之外，现在有新的品种叫做蜜红葡萄。哦，阮一个农友黄正贤吼，啊，伊阿嬷足拍拼，伊种巨峰葡萄，啊阿嬷在遐顾，逐日拢在遐顾以外，伊则去在咱台湾大学教授辅导之下，生产出来叫蜜红葡萄，啊，迄、那個、葡萄毋是黑色的，是迄个会使讲红色的，吼、哦，啊，伊的香甲甜拢比巨峰还要好，所以伊个小比巨峰的还要高，但是它产量就比较低吼，会使讲到目前还没有很扩大的推广。但是呢，啊，这个蜜红葡萄已经是渐渐的上市啊，会使讲真好食，诶，这个物件。过来就是 K O， 阮 K O 就是咱台湾省蔬菜的中心。除了蔬菜之外，吼、哦，因这几年搁做巨峰葡萄嘛，做了真好。啊，加上什么呢？梅弄，吼、哦，迄、那个洋香瓜，这个 K O 农友的洋香瓜，吼、哦，就是用这个塑胶隧道式的栽培。一个一个吼，啊，甲砍的安尼吼，所以若落雨啦啥，对无影响。啊，比别个所在较早，因为阮有塑胶式的栽培呢，塑胶黄的栽培呢，啊，黄，阮就开始在种啊，哦，啊，所以
产区比别的地方要早啊，品质要比别的地方要好。哦，我不是搞阮农民兄弟讲讲去日本看一只梅弄六千块一票，和台币两千块啊。但是人伫台湾会使讲，咱两千块就买哩足济梅弄啊。啊，我看梅弄这个代志嘛，足好做，足好食吼。啊，那值得咱推广吼。啊，过来就是引进，引进就是咱中华丹性种苗的最大的基地。水果包，比如讲山啊、吼、梅啊、吼、柑啊，啊加这个。油啊，哈，林径主要你想要的种苗，水果种苗，我应景拢有，哈、哦，应景最大的种苗，哈、哦，什么种苗通通有，因为这个农民兄弟拢种栽啊，哈，啊，虽然今年水果阮种啊无这个出产，但是遐种苗拢在遮，哦，比如讲芭乐嘛是拢对遮，哦，芭乐新品种推广嘛拢对应景出来，蚕豆大家知啊，蚕豆就是花的故乡。吼、哦，丹性非常侪着，阮蚕豆，吼、哦，啊，蚕豆黑花除了草花以外，天然木也足侪，吼、哦，啊，除了天然木以外，吼、哦，就要去发展一挂小盆栽，吼、哦，啊，咱对这个农民兄弟培养诶，啊，新的草花、新的盆栽，啊个花卉的交易中心，离阮蚕豆也算讲是很大的交易中心，吼、哦，雕花、玫瑰花、哈、哦、菊花、玫瑰花、唐菖蒲也外销，拢以这个蚕豆为中心。所以田尾是咱丹性花的产销的重镇哈，中心嘛呢哈。过来个波道，波道上大的物件就是咱的芫荽，就是讲咱的香菜哈。因为这咱所有菜里底，然后加着香菜的哈，哦，比较香啊。啊，香菜它的特色就是每一块田地不能连作，所以这种香菜的农友，干那游牧民族呢，一区一区地地去捡啊呢哈。但是最主要就是分波道，哦，波道除了香菜以外，波道这个红水顶的葡萄藤嘛，这种名，波道包嘛，这个名，哦，波道虽然地方小，但是呢，这个也产品啊，导致咱大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啊，那个溪州、溪州乡是浊水溪的这个北岸呢，哈、哦，到阮闽水过来就是溪州。啊，溪州呢，伊出产这个过去是产芭乐，啊个红甘蔗，红甘蔗这个名。即个科技农业有较进步，佮发展较园艺作物啊，比如讲花卉里面满天星、马拉巴利、吼、哦、康乃馨、吼、哦、这种塑胶式的栽培、软黄的栽培啊，吼、哦、康乃馨啊，甘蔗要那个个人会变，伊袂变啊，甘蔗个要那个切会甜，吼、哦，这是讲阮科技乡农业真好。刷了，咱菜内底种葱啊，哈，青葱啊，哈，葱啊，都是伫科技出产。哦啊，要整理这个葱啊，实在讲很辛苦，因为伊会香会香吼，会去伤着目睭。但咱农民兄弟，拢是狗啊，都在咧拣葱啊吼，会使讲真辛苦吼、哦。这个葱啊是阮溪州的这个特产，别的地方倒不多见吼、哦。这是溪州，过来就是枇杷，枇杷过去是英国罗顺的产地，即个英国罗顺已经较过时啊吼，咱做罐头已经拢无啊，即个英国你枇杷要做。这个鲜销的这羊菇，哦，这是羊菇，啊，佫刷的绿皮头呢，做甜豆，哦，荷兰刀是荷兰刀，啊，荷兰刀有硬，啊，有韧，迄叫做甜豆，啊，甜豆炒炒最好食，迄甜豆吼，啊，佮蔬菜是阮这个皮头和这个特产，哈、哦，啊，皮头过来大城，大城是海口，阮中华关的西南角的海口。这个海口吼、哦，过去那叫风水轮流转，以前是伫海口所在，哇，即个因为这个云林县六轻吼、哦，啊，甲咱台十七号公路开发，这个大城即个已经完啦，渐渐闹热起来，土地价值嘛愈来愈悬。你大城，阮农民兄弟种西瓜做名，啊，甲种土豆吼、哦，西瓜甲土豆会使讲，阮大城的特产哦，它的西瓜又大又甜吼、哦，这个时阵都咧出产安尼吼，大城西瓜。洪万过去是这个种芦笋，啊，芦笋种了无种，换种这个甘蔗，吼、哦，啊，甘蔗已经这几年嘛，拢较无好啊，所以呢，洪万这几年，阮推广杂粮，吼、哦，杂粮作物，像这个高粱啦、玉米啦，吼、哦，当然水稻、蔬菜嘛有，啊，养鸡水啊嘛袂歹，啊，甲养殖渔业，吼、哦，饲鱼啊、饲虾啊，吼、哦，嘛有关的，这是这个。洪万哈，啊，鄱阳哦，那讲到鄱阳，大家爱知，咱的花菜全省最大的产地就是阮鄱阳。鄱阳花菜，第二讲花菜，咱大家讲花菜种下就好。花菜面顶爱搁看一块不织布，哈、哦，这个不织布看了以后哈、
啊，第一呢，伊农药咱喷洒农药，较袂喷到这个花菜，吼、哦。啊，第二就是讲，这个不知入口了以后，咱花菜伊的品质再好，再切再甜，所以较无日头晒落，啊，因此加足脆吼，啊，加足白的吼、哦，所以花菜这个品质真高吼。这是阮这个保养。啊，那讲到二零，大家知影，咱喝葡萄酒吼。哦金香葡萄的产地，金香葡萄最大的产地就是我们彰化县二林镇，一个产量原料产量占全省75%，哦，所以呢，二林镇是我们金香葡萄最大的产量，晓得？也这个荞麦薏仁，哈、哦，马龙出山里这个，那呢，九里个薏仁，哈、哦，嘛是出山里这个二林，啊，这个里来二林农会呢提供九里个薏仁，晓得？二林农会设立这个九里个薏仁，诶。加工厂，把向农业兄弟收起来，诶，荞麦甲薏仁加工以后，吼、哦、啊，来卖出来。哇，即摆二零农会做认真，后做个水手包吼，啊做个真进步。咱要食荞麦薏仁，过去爱对外国买，即摆对阮二零农会就有啊呢。所以二零农会这个除了讲金香葡萄以外，还有这个荞麦薏仁，吼、哦，加是阮彰化县热乐乡镇。啊，每乡镇的这个特产，吼、哦，啊，会使讲农兄弟用尽心机，要改良品种，啊，佮改良耕作的方法，吼、哦，品种拢是像阮爸啦，顶翘翘的这个来啊尾巴进步到来啊巴二十世纪巴，吼、哦，啊，即摆蜜巴，哦，足好食，啊，足脆，籽真少，吼、哦，这是伊的改良。阮樱桃，我拄则讲过，阮溪州嘛樱桃，溪州是软枝樱桃。软枝蜜丝杨桃，啊，迄、那个软枝蜜丝杨桃呢，我刚刚大家报告就是讲，哦，迄食了以后入火即化，入火即化吼、哦，啊，无啥破安尼，哦，啊，佫足甜的。西周的软枝蜜丝杨桃嘛，做了足好个吼、哦，啊，像阮这个西瓜啊、葡萄啊，会使讲，阮彰化关农兄弟大家认真改良品种，吼、哦，啊，提高品质的结果，啊，来供应市面，吼、哦。啊，希望咱这个观众朋友啊，就是讲咱的消费者朋友呢，吼、哦、啊，那看了彰化县呢，大家当安心，因为阮在这个农林厅在用场的指导之下，诶，对农药的管理，对农药的使用，阮会真慎重啊，真认真的管理，所以呢，做起来会使讲，吼、哦，这个植物农药，吼、哦，那提一个市民，提一个菜价顶的吼。哦我拢经过检验过，啊无农药，啊个好食，啊个真健康安尼，啊欢迎大家多多啊照顾着阮彰化，还有这个农产品啊，多谢，谢谢。